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哇哦！大富大嘴，和我一块冒险吧！别闹，自己一边玩去。哇！台长，来参加我的大冒险吧，好不好？什么大冒险？大扫除还差不多，整天弄得脏兮兮的。哦，大冒险开始喽！一个人的冒险更好玩，哇哦！小心，邪恶的怪兽可能就在这附近。嘿，哇，发现秘密宝藏了！哇哦，这才是真正的冒险！嘿，你们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？你终于回来了，快回到你的位置上放水，我们赶快大扫除。好吧。跳跳超级喷水机发射！怎么回事？要停水了？停水！目前水压降至30%，停水概率很大。停水，果然是停水！完了，世界末日来了！接下来到处都是肮脏和污垢，这是真正的末日，完蛋了，死定了！太恐怖了，我得躲起来。别跑！现在进入军事管制时间，谁都不许动，听我命令。你也是，还有你花少美和你冯脑壳。请叫我智能淋浴系统 HTB215， 说需要我做什么。做什么？当然是现在开始就为大家消毒淋浴了。智能淋浴系统已完成淋浴任务。停水！停水！停水！为什么会停水？不行，不能这么下去了。对了，紧急通知！为了防止停水，我们得现在就立即存水。我要睡觉。不许睡！存完五桶水再说。现在是系统休息时间，暂停执行一切任务。虽说我马大嘴精力充沛，活力四射，但是连风脑壳都说了要休息。休想！快存水！喂，马大嘴加油！哇呼！哼，你也有份儿！大怪兽来了！台长，你别追了。我可是马桶前百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，休想追上我！快去我的新秘密基地！什么秘密基地？就是这儿。什么？这儿又不能躲？快，我来打开秘密基地开关。水压恢复正常，停水概率为零。冒险结束了。要想水管安装的好，那就要记住跳跳顺口溜啊。水管铺设不交叉，如果交叉要搭桥，问水阀左右位置需正确，还有别忘了洗衣机进口和出口。哇哦！幼稚！我要学！想要成为脱口秀主持人，不会点口技怎么行？来，我教你们。马大嘴，不要有事没事发出这个声音，一点都不好听。没素质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不信你们听。难道是漏水？台长，我来帮你找。
报告台长，一切正常。你们在找这个声音吗？马大嘴，我警告你，闭嘴。马大嘴，真的不是我。这一定是个叫滴答的魔鬼发出的声音。快出现吧，滴答！龙跳跳，你别吓我。我一定要找出哪里漏水。你们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？好一个马大嘴，谁说不是你？不是的，刚刚真的不是我的声音。谢谢章鱼雄辩。哼，不要理你了。给我好好反省一下。真的不是我。马大嘴不会有事儿吧？109，他已经说了109次了。没事玩口技，这下可好，把自己的精神玩分裂了。赶紧送医院，精神病院。我不是精神病，病得不轻啊。既然不肯听劝，那么只能武力来解决了。没人，我们是为你好。我抓到他了。我知道是拉吉在捣鬼，幻觉又加重了，赶紧拨打120。我是清白的，我能证明。哎呦，愚蠢的卫狱们，你们等着我拉吉大王的千万手下，马上就要诞生了啊！哈哈哈，是不是很害怕啊？哈哈哈哈！耶，大嘴哥太棒了，你是我的偶像。马大嘴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真的。水管漏水容易长霉菌，所以请定期检查是否有漏水现象。如有漏水，请尽快联系维修公司前来修理。就这么愉快地解决了。